1994年，李安拍出了一部让观者无不口齿生津的电影《饮食男女》，这是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开场片段。鱼儿被一双大手捞起，快速处理，去骨取肉之后，均匀裹上面粉，接着油淋酣畅，再送入滚油中炸至金黄。在一段轻松欢快的咿咿呀呀中，生鲜时令萝卜肉块在一双巧手之下，和成块，和成片，和成丝，持刀之人利落干脆，看的人心情爽快。接着在卤水中浸泡过的肉被丢进滚油中，一阵噼里啪啦如平地起惊雷，将肉皮炸得酥脆后，从锅中捞起置于冰碗中，然后再切块装碗，配上葱香八角，上笼继续蒸。时辰到了，出笼倒扣于盘中，再淋上芡汁，切菜调味用料，去骨，撒冰糖，剁肉，擀面，熏鸡，吹甜烤鸭，在一个熟练厨师的手中，灶台之间的舞蹈就能让观者食欲大起。